揾咗地方，咁跟住其實而家主要係召集嗰啲兄弟姊妹咯。咁因為啲兄弟姊妹好忙啊嘛，有啲譬如係又要做嘢啊，不過全部都要做嘢嘅，係全部都要即係佢哋嗰啲，因為我哋年尾啊，1、2、3啊，你想係啊，所以可能佢哋比較忙，咁而家就 mark 低佢哋邊個得閒，邊個唔得閒。陣容好盛大嘅，你哋兄弟姊妹。其實係男方陣容好盛大，令到女方好有壓力，因為佢好多朋友。咁通常人哋都話咧，女方同男方係要湊夠一樣嘅數噶嘛。咁所以十尾嗰啲係咪？係啊，所以我而家所以叫佢識多啲朋友咯。所以今日你識多啲朋友。所以今日叫佢嚟識多啲朋友，逼佢做姊妹。但男方兄弟即係多過多啫，其實佢好多，佢而家咁數都已經有因為我年十幾二十個人啦，係因為我年紀比佢大一截啊嘛，咁我認識嘅朋友咧多少少嘅，咁所以唔緊要，你去到我咁嘅年紀都有幾多而家十幾，我而家都係得十零，其實 OK 嘅啦，十個咁樣咯，咁啊大家遷就下咯。我而家係唯一係叫啲男仔嘅朋友都要做埋姊妹咯，係啊。未婚夫婦搞呢啲都會有啲拗撬咧，發生咗拗撬啊！又不會有拗撬嘅，因為如果一啲方向一唔啱嘅，咁我就選擇唔出聲住咯，係咪咁啊？唔係咯，即刻出聲嘅我係，咁睇下佢會唔會。首先同我講三個鐘頭道理，咁就話俾你聽嗱，結婚咧其實咧就唔係一個 show 嚟嘅，結婚咧其實就係淨係得嗰一日發生嘅啫。咁婚姻就我哋兩個諸如此類講三個鐘頭咧，就去令到你明白咧，就唔好搞咁多嘢啦咁啦。唔係，即係因為那個只不過是我們另外一階段的第一天，其實最漫長的日子是結婚之後的日子嘛，其實這一天當然很重要啦，但是有很多東西我們要、去平衡咯，因為始終最重要的是結婚之後的日子。不是可以有他方面咪睇下邊個 friend 得閒咪充彩咯，冇錯啊！我都冇咩準備㗎啦，佢點解啊？佢一定唔會咁嚇死人，冇係咁啲人咁辛苦嚟到又要咁辛苦咁走啊！即係開心啲走咪好咯，要睇埋我表演就變咗件事好，好辛苦啊！同埋佢話唔想嗰日逼啲人嚟睇佢復出咁樣唱歌，係啊！佢話寧願嗌啲 friend 得閒上去唱下曲咁樣。其實冇所謂嘅，最緊要係大家聚一聚啫。